竞赛组报告，男子3.0单打第五名张成浩，请至报道处领奖。竞赛组报告，罗哲怡，请至竞赛组。
竞赛者报告。男子3.0单打，黄佑杰、郑国辉，请至第一场地。男子3.0双打，第三名冯宇哲、旭贤。男子3.0单打，第五名黄子怡，请至报告处领奖。冠亚军还不好看，那比赛是三年。打进去，不过这个人是。上去跟快点，那上面打，前面跟他摸哦。
三遍，三遍。